二人称如果用上海话念，就是侬，啊，就是你侬我侬这个侬，大家都懂的这个字。但是这个字是常用字，因为第二人称。你如果用的话，可以想见这本书很多人不会看，你说上海人不会看，因为他已经违反了你本来的阅读习惯，啊，就是老是出现侬侬侬，还有比如上海话什么我们啊阿拉啊这种。所以我都是在里面做转换，转换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是这本书，非上海读者基本也能看，上海人呢也可以看。那是为什么？是每一句都是用上海话念一遍，心里面用普通话念一遍。从我自己的角度说，我是蛮喜欢电视剧里面雪姿的这个杜鹃啊，这是我比较喜欢。